大家好，我是尤勉老师。我主要教学项目是像敲琴，然后还有 finger snap， 然后还有像双吉他编制之类的。基本上在上课类型的时候，会比较偏向把学生喜欢的歌曲，然后编成比较有深度的一个曲子，然后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让学生明白。我觉得在弹吉他的时候，重要的细节就是节拍跟练习速度，因为我看到很多在弹吉他的时候，他在表演的时候会越表演越快，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。然后在练习的时候，把速度放慢，然后对着节拍器好好练习，把细节都弹出来。这样子在表演的时候，就不会因为紧张而越弹越快。如果你想把敲击带入歌曲中，还有把流行音乐编制成演奏曲，就 finger style， 或者是不单只是想要在成果发表会上双双和弦，然后能够有办法自己编奏一些有层次的歌曲，然后或者是双吉他，都